进这个洞里面啊，必须要喝一口神水，一年的霉运都没有了。我去洗个手啊。 这水特别好喝，而且这个盆从来没有满过，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了。我们再喝一口，这种水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，真的太好喝了，喝了就能消除百病发大财啊！大家都来喝一口。